动画电影当中的人物常常打动小朋友的同时也打动了爸爸妈妈，是的那个，可是爸妈为了顾虑小朋友可能看字幕的速度，他们会带他们去看配音版的。而且现在最无力的状况是我讲的话都不及巧虎讲的话，你知道吗？能够打动他，所以你叫他现在该去睡觉了，他们不会听你的，可是你就要用巧虎的声音，对，就说去睡觉了，要刷牙哦。他就会说我还要看电视，我就会说巧虎说要怎么样啊，他就会说要刷牙要早睡，然后我就说好乖啊，然后他说我为什么会输给一只 Tiger？ 可是巧虎讲话声音你不用模仿吗？我不用，可是讲真的，我常常陪我女儿看巧虎，我都会很想要掐里面的那个角色，对，因为讲话声音惹到你，是不是？就是他们情绪非常的丰富，因为像我们顶多做到说好乖，赶快去洗澡，他们就会说小朋友要洗澡哦。然后这件事也把大 S 逼到他就是很想要那个掐死他们，因为他说巧虎里面的人物非常喜欢模仿各种交通工具的声音，比如说他就会说小朋友，你看那是火车，火车行进的时候会有什么声音呢？请讲，请讲。嗨，大家好。小 S。小 S， 好漂亮哦 ！Elephant D 的歌也好好听，蔡康永的书好好看，大家一定要去买哦。好耳熟。女儿的最爱。不会是巧虎本人吧？这是巧虎。女儿 Alice 要听妈妈的话， Alice 要听妈妈的话，乖乖吃饭，早点上床睡觉，才能做个乖宝宝哦。要不要把她请到家里去？要听妈妈的话，阿嬷的话其次。巧虎真的有很爱出交通工具的声音吗？你看那边有火车耶，火车请讲，请讲。你看哇，真是不得了啊！我接到了康熙的通告了，开心开心，真是开心的不得了！哇，这明显啊，对呀，就很爱钱的那个谢老板啊，是谢老板本人吗？是谢老板吗？对啊，这明显啊，笑的声音就是谢老板啊，我就是爱钱，我就是要钱。我们配的太多角色是非常不严肃的，嗯。像多隆，多隆，部队的金小如滔滔江水绵延不绝。成百强。还有就是包括那个什么，得偿所望，得偿所望。你会不会希望我们播出的时候也帮你打马赛克？因为这冲击实在太大。我们等下会不会有机会听到巧虎跟谢老板对话？你如果想要的话，可小朋友会很错乱哦。要聊什么？随便啊。OK， 就说你们海底世界还好吧？请开始。你可不可以告诉我，你怎么逃离这个动物园的啊？你这么厉害啊？因为我是健康有活力的巧虎啊！荒谬！你真的是太荒谬了。巧虎没有认真回答。我今天是很难得来到一个地方之后，才知道原来在这里面我还是算之前的。别以为你帅我就不打你。我觉得他说话他太帅了，是不是？周星驰的电影是那个包对包租婆，哎，对吗？你是包租婆吗？是啊，怎样？欢迎。所以请问要跟出孩童的声音比较累，还是要用那种粗犷的声音会比较累？都很累。面包超人吗？对啊，面包超人来听一下。用这板子吗？不用，不要用这个。面包全击。我就是面包超人。我觉得你喉咙好像有点沙哑。对，两个嗓子换来换去很累啊。相信以前台湾做过很多自制的 A 片，他是皇后。啊，他是台湾人。他常常会配到咳嗽，所以不但小朋友不能看这一集，男生也不能看这一集。令人发火的一集节目，阿姨有练过，阿姨研究过的。所以可以用包租婆的声音配 A 片吗？谁要看呀？你可以稍微试一点点，不会太 over 的 A 片的声音吗？你有打马赛克吗？帮你打马赛克。我现在都做儿童教育。你是走气音还是有一点？
的那种。日式的跟美式的出法不一样，然后从前还配两种不同的、啊。不是，因为我有研究过。美式是早期，早期社会写实片刚出来的时候，出了很多很多那样。你反正现在认定这一集小孩不看了。你们俩不会是有合作过吧？在 A 片里面。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录音室没有经验。香伯，你也配片吗？声音很少啊，所以我在最后出一点声音就好了。你像有的时候我们的导演，因为我们自制片嘛，你没有勇气叫香伯发出那个声音。我有。你有？你忍心？对，你忍心吗？请你发出那个声音。先听欧美好了，因为其实我也略有研究。不要啦，真的。我觉得欧美有的时候是太 over 了。会没有那种情绪在里面。你要看着香伯的脸，让他我会这样的。他只有那个动作而已，他没有什么台词，也没有什么表情。所以你需要帮他们配很多声音进去。导演叫我们加很多声音进去，但他没有嘴的时候，在用身体的时候，我加点话，加一表演，哎呀舒服，哇好棒！一跳到嘴的时候就。你不要突然好不好？要让大家见识一下萧煌奇苦练的这个配音的功力。他是一个非常帅的王子。然后他的个性他是反派的，就是坏人这样。用丹田笑，对不对？布袋戏好像都这样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哦。我们帮小 S 准备了一个女生的角色，他们两个一起演出哈。力量才是一切，没有力量的人，连存在的价值都没有。小 S， 女王，你在哪里？现在是2015年，时代运输力量。现在做人只要有爱心就好。请你一直笑。重点是我们人要运动，注重养生，所以你们看我的身材非常的姣好。你说你的身材，我可以用我的手摸看看。不可以这样子，等一下。请不要，请不要摸我。你太主动了。不要演这个了，你们想把人家电影毁掉。可是我看。师傅也弄得很高兴。你要点哪一个配音老师帮女神配一个音吗？巧虎那位老师好了。安摩杰，你看那边有辆火车，轻巧轻巧，轻巧轻巧。